克雷德对啊，在练啊。不是哦，你知道我玩克雷德，看到你们中风，我就舒服多了。干我早上打一个炉石，他妈打得快中风了，运气也够差的。来喽，铁寒鹅推雪球。阿瑞，我玩这只稳了吧？滚鼻屎！你那只我不知道会干嘛，我知道，我知道会推那个东西过来。那只他妈是不是对我要求都很高？反正我今天早上干我打五把钟，干我四场把对面线打出来，干我玩的秘密牌他妈都没死过，都不给点鼓励，一直到中午打大小。因为大家只会记得你打不好的地方，打得好是理所当然，打不好是被喷活该。就跟阿基斯一样啊，煮了这么多菜，只会记得他滑进我 day 哦。也是啦，我觉得也合理啦。还没嘞。有人来发呆，来发呆。舒不舒服？哎，等下再看 FB， 你他妈再看呢、啊？够看，够看，够看！我还不打变小了。我上去帮你杀他，我们杀得到他吗？你要等我上吗？我再一刀上吗？加我再上哦。直接上吧，直接上吧。加我哦。我。这样超危险！哎、欸、哎、欸欸，对，你死了！干不能这样打啦，太怪了吧！塔龙进来强暴我的，天哪！哎，不说你会上马？我上马了，我又下马了，不，没办法那样上，没办法那样上，真的没办法那样上。倒了。他怎么刚直接挂机？他断线了。云岭，等我吃完这个蓝，我直接进去干他。那小子超危险。加油，奥利给！靠腰啊，这他妈不是这样用的。是两排耶。打我！来我来了。你在哪里？你在哪里？我在滚，等等，我在开车。干嘞！等你到，我都倒了。还在开车。哪里？怎样啊？他妈多猛啊！干这只。干！不要再害人了啦，已经很难打了。不是你要等我一下哦。啊？怎么等？等一下。来吧，他跟你干了没？他直接跟我干的。那也是哦。OK， 我来了。等一下，来了。我躲过他的招式。你啊！赶快爆了，赶快爆了啦！有没有看到？这就是我的鼻子。好，可以可以，嘉文在我这里，我不看到。没有他 TP， 他 TP。塔上去了，塔上去了。嗯，我走了。我差一点。电脑到。什么东西差一点？嘉文差一点，差一点就是。没事，我等下再来。我他妈就坐在上面。不过你中路是输了，是不是？啊！你等我一下，等我一下。我断距离啊！没有，我可以打。其实我不会打不过他。我等他第二个 W， 我应该要杀他了。OK， 我来了。你死怪客！干你娘！救命啊，大哥！刚才突然压到我，我傻眼了，你要不要杀他？怪客有张。看你这次到底是什么闹事啊！干嘛这么疯啊？你到底在干嘛？不是，你要等我，不是我的鼻屎被……啊！我跟你打得很后面的，你也没收掉啊！我的鼻屎被他那个竞技场挡住了哦。
就是他把我的鼻屎隔在那个心肠外面，我放不进去哦。假赛干这波，我觉得你打得很好的说。那你俩再来啦！等一下，你刚刚那个，你刚刚那个球到底有没有撞到？你刚刚有撞到人吗？跟你说撞在家我那个竞技场上，哥好烂哦！不要选择吃了啦。他这个没有办法刹车的哦。哥，我跟你讲，我就站在这里等啊。我哪里都不去了，干他妈！我这次都是开车干到的。准备好了吗？你俩的干！等我来了，等我下。击败了！来了！大军，大军，大军，抱先抱先抱！傻小了。你谁？我跟你讲，我不活了，你到底是哪方？我在哪？等一下，我要死了啦！哦，干，这是你刚，你刚那个，你刚让我先弹塔啦！你已经语无伦次了，对不对？刚好把大局弄好。你这点吗？这点亮吗？准备要反打吗？不，你有比那其他人厉害吗？我比他厉害很多哦。那可以打哦，那可以打哦。等一下，我要调刹车皮。调你吗？刹车皮怎样的？不是我那个球要等一下 ，OK？ 你要先打谁？你要先打谁？你先讲。来了，鼻屎怪客，嘿嘿，喂，干闯关。快打，快打，快打，快打！哎，干他队友。合同弄这个大，快打，快干死他！怪、欸，还可以吧？还可以。合同能加这里就好，加这里就好。行了啦，彼此。哦，死了啦！我已经被打完三个，我不知道，我觉得好难玩哦，干。一不活，当然跟打 AI 一样，冲出去就干到黑白画面。啊，你活了也不管了，罗杰。我根本，我等一下再说哦。先把赛的那个经济先拿回来哦，还是应该很稳，你发现？我没有发现。你原本让我好好跟他打，我可能 CS 屌虐他不知道多少。我跟你讲，我俩还这波。不要不要，他还在塔内，但怎么样？来了。再见，拉皮。怎么样？我跟你讲，他已经有 TP 出来了，我知道是小三的牌子，你家要没了，家里 BBQ 了。哦呦，抓到人了！哎，搞了，小三。他们是我的吗？还可以吧，我还可以打，我还有状态，哎，鼻子怪客，等一下啦！哇靠嘞，大局要吃到死了啦！等一下，哎、欸，干我走速好吗？谁可以？好啦，没有人要救你啊，拜拜！家里又要没了，干没咬下去，干金猪这个角色赚钱。这波我去打了，我大觉得撞好运，还是要撞好运。敢不是大觉得不是我自己想想撞谁就撞谁的哈。来喂，我在干嘛啦？我撞他，我撞完了啦，嘉文啦，大旋转呢？干你娘！我回来了。鬼之回旋，怎么样？
我回家，我再上鸟。家里要没了，家里要没了。我再拉你。家里要没了，家里要。我再砍了啦。你以为你很强吗？你在扭啊！哎，他们在这里呢，他们在这里呢。跟着我，跟在后面，跟在后面。好，跟不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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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他这个杀路是跟不上了。杀杀杀杀杀！完了。好，我买喽。完了。烧掉了没？哎，我们家。哎，你完了，打完了。那应该就都打完了。完了他已经爆气了。那你等着打游戏。放住啊！刚那把也是没办法，输了，但是赛特不甘心，好过瘾。